你画船画得太不好了。是吗？今天给我很难的练习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了，算了，算了。没问题，你比我划船好一点。那，你要去一个地方聊天吗？是，我要。你要去 pub 怎么样？是现在好吗？不现在，我先想洗澡。我也得洗澡，因为今天早上下雨。我对不起，我一点晚，我的洗澡没有热的水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一点喝醉。已经吗？你喝几杯了？三杯、四杯、五杯，我不知道。糟糕，我也要喝醉。太好了，服务员，来两杯啤酒。谢谢你，服务员。我要喝一间酸辣汤，这个饭馆有酸辣汤吗？没有，只有西餐。啊，那我点一个汉堡包，请你来我一个汉堡包，服务员。谢谢你，服务员。我爱张老师，明天我告诉他。是吗？我也觉得她很漂亮。很好，告诉我，我们考试考得真好。酷，你做功课了？功课做好了，所以我不紧张。我紧张因为一个练习都没做。我刚完，师傅记了。哎，我的屁，谢谢你，服务员。我的啤酒在哪儿？我们吃吧。这个汉堡包很好吃。The pub 不但好吃，而且便宜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我会开车，行吗？糟糕，你不能开车，你太醉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都可以开车，所以我们坐地铁。你往学生中心。没有地铁，公共汽车怎么样？是这样，如果没有公车的话，我们给张老师一个大电话，问他送我们回家。好，天气预报说会下雨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去。
是吗？今天给我的好